嗱，我又坐一堆啦，试下咁样玩先。绿色巨龙加埋个炸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又系我哋 Gameplay HK， 今次同大家玩塔防 game， 就系呢一只 Crazy Defense Heroes。塔防 game 点解好玩呢？就系因为你要考策略，同埋临场应变，同埋呢一只 game 好特别嘅，佢每个关卡都有唔同嘅地形啦。敌人又会有唔同啦，咁我哋点样可以阻止到佢哋呢？咁我同阿俊都玩咗阵噶啦。嗱，咁 iOS 咧就已经出咗一段时间啦。咁有兴趣嘅朋友咧就可以去 App Store 嗰度 download 翻，而 Android 版咧六月就会推出噶啦。大家可以去 Google Play 嗰度预先注册咗先。咁到时推出咧就会额外多1000石噶啦。呢只 game 嘅塔防玩法其实都几多变化，因为我玩咗一轮啦，主线咧关关都系唔同嘅。嗱，咁玩一关简单少少嘅俾大家睇啦，可以顺便讲下个玩法系点样嘅。嗱，而家就系进入关卡前嘅画面啦。左上角呢度咧就可以见到我拥有嘅卡牌嘅，上面蓝色呢行咧就系可以起嘅建筑物，中间红色呢行咧就系啲英雄嚟嘅，最下方黄色呢行就系我哋可以用到嘅魔法。即系话呢只塔防 game 咧，除咗起建筑物啦，仲可以派英雄去打怪啦吓，或者就有魔法咧，譬如可以减慢佢速度啊，或者大范围攻击啊等等嘅。系啦，嗱，每一关究竟有啲咩敌人呢？咁我哋就可以揿一揿下面嘅侦察兵啦。嗱，敌人咧就喺呢度呢啲半兽人啦。比较要留意嘅咧就系呢啲着重甲嘅，通常咧佢哋都会怕魔法攻击。咁其他嘅敌人咧基本上用实体攻击射佢咧都 OK 噶啦。同埋咧呢啲细细粒嘅，佢就会行得特别快，咁就好容易会偷袭到我哋。咁啊，开始俾大家睇下究竟系点样玩法先。不过我自己都几中意玩塔防，即系喺未有手机 game 之前咧，电脑嗰啲 flash game 咧，好玩啦，我自己都好中意玩噶。其实，咁开始战斗之前咧，我哋就会见到第一波嘅敌人会喺边度嚟嘅，由呢个骷髅头就系佢出现嘅地点啦。跟住啲脚印就系佢哋嘅行进路线，后面盾嘅标志就要守住。如果敌人行到过去咧，就会扣心心噶啦。咁今场咧共就有10个。开始前咧，我哋要睇下究竟有几多法力可以用。呢一关一开始就有600。我哋起塔又或者升级塔啦，召唤魔法或者英雄都要用到魔法值嘅。咁我就想起咗呢一个会令到敌方行动缓慢嘅塔出嚟先，跟住摆两支长矛嘅塔喺度。每一场战役咧，后方我哋都会有一个英雄喺度啦。呢个咧就系我哋自己嘅人物嚟嘅，其实佢都系可以控制佢去我哋指定嘅位置嘅。不过一开始可以唔使用佢住，因为咧佢会扣血噶，冇晒血就会死，死咗嘅话咧就要等时间重生嘅。咁报完阵咧就可以开始噶啦。嗱，呢一弯有4波嘅，第一波塔防 game 嘅塔当然就可以升级啦，好似我而家呢个慢速塔咁样啦。用80法力就可以升级到星芒枷锁，令到佢有机会冻结啲敌人，等佢原地停留10秒。呢座长矛守护塔咧，我就中意加咗佢嘅射程距离先。好，第一波打完之后咧，如果我哋揿一揿呢个提前调遣，就会有额外嘅法力值俾我哋嘅。咁我再用一用呢个魔法卡俾大家睇下啦。呢张魔法卡咧就可以放到3只。英雄出嚟嘅，喺呢3只英雄死亡之前咧，佢都会一直咁喺呢一度。所以呢只 game 除咗起塔之外咧，大家都要留意一下英雄卡牌，塔就会长期放啦，但系英雄系会死噶吓，出之前就要谂清楚啦。嗱，咁我放多一个3星嘅英雄出嚟先啦。佢嘅特点咧就系可以随意咁喺个战场上面穿梭，系瞬间转移过去嘅。咁如果有流亡之余嘅话咧，就可以揾佢嚟救噶啦。嗱，咁呢一个海盗塔咧就可以打大范围嘅。咁睇一啲啲地区啦，有啲地图咧，我可能会摆佢喺最前面都唔定。一啲敌人开始去到后面噶咯，咁我就可以起埋呢一个水晶塔。呢个水晶塔咧攻击嘅速度会慢啲，不过咧攻击力强大。喂，有个走咗啊！真，即刻攞个英雄过去截住佢先。哇，好险啊！啱啱嗰下。嗱，呢关咁简单，其实就大家都明点玩噶啦。不如我哋玩啲难玩少少关卡嘛。好啊，打下 boss 啊！嗱，呢度咧就系我收集咗嘅卡啦。通常咧我就会用呢几张嘅海盗塔3星嘅，咁就可以大范围攻击。长矛守护塔咧就系攻击速度快啦，同埋咧起佢所需嘅资源都系好少嘅，85就可以起到噶啦。慢速塔系辅助用嘅，可以令到啲敌人行得慢好多。
呢张灵魂之井攻击速度唔算快，咁每一次战斗只系可以起到一座出嚟嘅啫。但系佢嘅特点就系攻击力高啦，同埋有范围攻击。太阳灵镜就系可以对付一堆敌人入面最劲嗰一只，咁要嚟守住个防卫线系好好用嘅。魔法卡暂时最劲咧，我就有呢两张，一张就系流星攻击，消耗五点魔法值，咁每场咧就只可以用六次。另一张响亮号角就可以召唤三只英雄出嚟，佢除咗可以攻击之外，仲可以阻止敌人前进，要嚟对付一堆敌人啦，又或者阻住个 boss 咧就好好用噶啦。不过每场咧就只可以放出三次嘅啫，同埋每次都要消耗三十法力嘅。咁最后英雄卡咧，我就中意用呢一张一瞬。佢嘅作用就系可以瞬间咁喺战场上面穿梭。咁等我搜下啲魔法卡俾大家睇下啦，而家就用绿色巨龙。哇，肥嘟嘟啊条龙！嗱，呢张响亮号角，头先讲咗有三个英雄出嚟嘅，顺便我拖慢佢哋，用埋个红色巨龙先，可以烧好多。嗱，我又坐一堆啦，试下咁样玩先。绿色巨龙加埋个炸弹，所以其实呢只 game 咧，虽然塔防除咗起塔或者起士兵之外啦，魔法卡都好重要嘅。好啦，睇完个基本玩法之后咧，不如打一场有挑战性啲嘅。我又想打呢个有 boss 嘅关卡俾大家睇。一入嚟见到个超大嘅版图，就上边就写明啦，有七波嘅。一开头第一波个开始地方就呢一度啦。其实见到有啲窿位咧，呢啲位咧咁阴湿嘅位咧，应该系去到中期咧就会再有怪出嚟噶啦，大家要小心，即系唔系一定系得一笪地方会出怪嘅。终点就呢一格，有咁多地方俾大家起塔啦，应该系一场硬仗嚟嘅。一开波就五百法力嘅，我睇下仲点样起塔啦。嗱，玩塔防 game 嘅策略最重要就系点样一座建筑物可以打到尽量多嘅地方。咁我就将座慢速塔摆呢个当当度啦，咁就算右手边有嘢走出嚟，都可以整慢佢。咁隔篱呢个位咧，我就起座灵魂之井，一个版图只可以起一座，所以摆嘅位置就好重要啦。再 upgrade 埋佢个攻击间隔，呢座建筑物有个特点就系咧，佢杀得越多怪，个攻击力就会越高嘅。慢速塔都加埋嗰个星芒枷锁嘅技能啦，咁啊都冇法利用噶啦，可以开始。咦，啱啱仲完成咗个使命添，咁一阵咧再同大家讲下究竟使命系啲咩嚟嘅。咁敌人啱啱入嚟嗰时，如果嫌佢行得慢咧，可以揿一揿右上角呢一个标志，咁佢就会行快啲噶啦。诶，有一堆差唔多口上嚟啦，咁啊系时候起翻个海盗塔，可以一堆咁炸佢嘅。咁跟住咧再储下法力啦，睇下之后会起啲乜嘢塔出嚟用。嗱，好啦，储咗三百几法力，起多个长矛守护塔先。嗱，我自己就好中意用呢个长矛守护塔嘅，因为佢个 CP 值好高，最好一有法力咧，即刻加大佢个射程范围先。起翻座海盗塔，截翻啲漏网之鱼，同埋呢个位对正啲怪物嘅出口啊，咁我就中意将啲咧可以大范围攻击嘅防卫塔摆呢啲位置。咁如果跟住落嚟有敌人一堆咁出现咧，就啱晒啦。哇！第四波三个出口都有怪会嚟啦，咁就起座慢速塔喺呢个位先啦。对面咧就起翻座长矛守护塔，再加大个范围，同埋慢速塔咧我又中意升级咗星芒枷锁先。咦喂 ，boss 出场啦，佢就会喺左下角出现，应该会兜好远路先至去到我个终点嘅。嗱，睇呢只 boss 行得咁慢咧，一定就好厚血噶啦。所以咧就俾佢行慢啲，俾我多啲机会去攻击佢。慢速塔除咗星芒枷锁之外咧，就要学埋另一招时空扭曲。咁每隔一段时间咧，就会将佢传送去后少少嘅位置，延长佢去到终点嘅时间啊！哇，左边都用紧嚟啊，仲行得好快添啊！好彩摆咗个海盗塔喺度啫，起多个太阳灵镜喺呢度。嗱，我得下呢座嘢起完之后咧，唔好理，即刻加快个咏唱速度。诶，咪住，上面都要起嘢啦。呢个位就海盗塔啦，再加多一下攻击力。哇，左边好多、哦，可以起咩啊？而家整多座长矛守护塔。喂，英雄同我上嚟，准备截住佢哋，起埋最后一座慢速塔。呢个位应该啱噶啦。哇，唔系，仲有好多都系。
起多座长矛先，我惊守唔住，剩低最后一座防卫塔，起埋落嚟呢度啦，希望佢可以打晒两边。将魔法卡都系时候用啦，摆呢个位置截住佢哋。诶，只鹰行翻落嚟啦，有需要嘅时候先攞去截住个人。长矛呢度要加攻击力。哇，呢座慢速塔升埋个时空扭曲，升爆佢。海盗塔都要升爆啦，放埋只英雄出嚟，挡住翻骷髅兵啊！哇，只英雄都唔埋得来，冇一半血，仲一喷就烧死咗添，惨啦！只 boss 仲有三分一，接唔接得到佢呢？哎呀，好埋呢个英雄去死啦！哇，有大把法力啊，全部加晒攻先，雷姆走，升爆佢。哇惨啦！仲召唤啲僆仔出嚟，耶！只 boss 死咗啦。嗱好啦，呢一关最难搞嗰只 boss 咧就已经俾我杀咗啦，剩低落嚟啲卒仔喺呢条路上面咧，应该都唔会等得耐噶啦。好，搞掂 ，boss 关三星完成。好啦，打完一场激烈嘅 boss 战之后咧，不如同大家讲下呢只 game 究竟点样可以强化个战力先。咁除咗抽卡之外咧，我哋都需要强化啲卡片嘅，就攞呢个海盗塔为例啦。强化咧就需要消耗道具同埋咧金币嘅，咁会升十个 level 就可以解锁一个段位啦。根据我哋解锁嘅段位，咁可以强化嘅技能都会唔同。例如呢个长矛守护塔，咁我已经升到十 level 噶啦。之后咧就需要消耗呢个魔法粉同埋四叶草，先至可以进阶一个段位嘅。进阶咗佢先，咁究竟啱啱用嘅嘢喺边度嚟咧？咁其实我哋就可以喺袭击钢铁军团呢一度咧就打到魔法粉啦，半兽人村落就可以攞到四叶草。咁另外喺使命呢度咧完成任务都会有嘢送嘅，例如我已经完成咗喺战斗入面起八座防卫塔啦，攞咗个箱先，呢个都攞埋佢。咁每一次我哋完成咗啲使命之后咧，佢隔一段时间又会再出现噶啦。咁大家记住就跟住个使命去做啦，因为咁样咧就可以额外攞多啲奖励嘅。嚟翻个宝箱嗰度先，嗱，我而家就开呢个困难使命嘅宝箱啦，睇下有啲咩先。嗱，攞到白木，咁呢啲木材咧就可以攞嚟 upgrade 我哋啲防卫塔噶啦。咁 upgrade 所需道具咧，如果我哋唔够嘅时候，其实都有一个比较简单啲嘅方法可以快速咁攞到嘅，就系你可以揿一揿呢个放大镜，咁就话俾你知边一关可以攞到噶啦。嗱，就喺呢个游牧部落可以攞到我要嘅素材普通石英，咁你只要揿一揿佢咧，就会自动消耗体力去扫荡嘅，咁就悭翻好多时间，因为有时同一关你已经过咗咧，你未必想从头打过噶嘛，系咪？咁另外每日同埋每四个钟都可以有一个免费嘅宝箱可以开啦，四个钟可以开嘅宝箱有时都会开到好夜嘅，咁就大家记得得闲就揿入嚟望下啦，因为喺入面咧可以开到唔少好嘢嘅，譬如钱啊、钻石啊同卡片都有。嗱，咁头先提到嘅呢两个副本袭击钢铁军团同埋袭击半兽人部落咧，咁每日都会重置嘅，啲奖励咧系需要完成晒佢指示嘅条件先至会送俾你。咁其实好简单嘅啫，每一关咧就有三粒星啦，基本上你完成晒就得噶啦，唔会太难嘅。好啦，今次 Crazy Defense Heroes 我哋拍到嚟呢一度，咁啊 show 咗啲独特玩法俾大家睇下啦，又讲解咗啲好用嘅卡俾大家知，应该大家都好易上手嘅。塔防 game 其实你可以当 Q time game 啦，又或者真系可以挑战下自己咧，玩啲好难嘅关卡咁样。所以有兴趣咧 ，iPhone 朋友咧，其实可以喺个影片个内容嗰条 link 可以下载啦。Android 朋友等到六月份就会推出噶啦，记得去 Google Pay 预约定先，就有一千石送嘅，希望大家可以抽到劲嘅 Heroes 啦。好啦，今集去到呢度，多谢大家收睇 ，Thank you， 拜拜。